所听兄弟大家平安，平安。让咱伫感恩的主日，会让三甲主日啊做伙来敬拜，也感谢上帝啊，因带咱今年过剩一个月就要结束。在这个中间，让咱来算晓上帝恩典。在这个时阵，也是咱伫教会真重要一个节期，就是进入伫抬杠节。伫抬杠节有四个礼拜，咱点到六节，头一支是代表五芒，用紫色的是代表君王，也是咱用谦卑、安静、悔改心来听候救主耶稣基督的圣诞。在这个十一月上尾一个主日，咱称作感恩的节期。在这个中间，予咱三甲过一摆献上咱的感谢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听完世间人的上帝，你施恩赐福伫阮的中间。一冬过了过一冬，阮的年岁加添，阮的智慧增加，阮有老年。伫这个感恩的节期，予阮来算晓上帝恩典，无忘记着上帝你的疼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予阮伫这个感恩的节期，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。愿施恩的主，你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福上加福，赏赐伫阮中间。也借着圣神所启示上帝你的话，予阮得到帮助。三个祈祷感谢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在人类每一个民族，拢有一个过海移民感恩的历史。至少咱会当看见几个，头一个就是伫主前3300年前，以色列百姓伫埃及做奴隶，受苦楚，因流目屎。啼哭叹停，上帝有看见伊的百姓的痛苦的声，就差遣摩西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。中间有经过红海，上帝惊心切，予伊所听人民会当真平安，到伫旷野40冬，然后进入伫老尼加比的迦南地。这个历史的记忆和经验，也成做以色列民族，因永远会记得上帝救赎的恩典。所以每一届在因搬过节的时阵，因就伫遐笑脸，列祖得到上帝拯救，因伫遐来纪念，因伫遐来感谢。以色列人每一届吃暗顿的时阵，是全家庭上温暖的时刻。厝内长辈也着读圣经，来讲起上帝怎样保守祝福咱的祖先，会当来到伫遮尼水的土地，予咱有粮食通好食，来感谢上帝。第二个，咱来看到伫1620年。就是英国一群的清教徒，因移民坐着五月花的船，经过久久的时间，过程有劳苦，有折磨，在旅程的中间，真无简单，通过因的祈祷，来到伫美洲大陆。天气寒冷，有侪侪人伫遐过星期，总是因感受到上帝看顾。上帝的保守，因经过一冬，因所种作的农产品有好的收成，因伫遐来感谢。甲当时所有原住民伫遐做伙欢喜，食火鸡，
你也感谢上帝，在历史的作为的中间来看顾、来保守。也到1863年，林肯总统就正式颁布每一年的11月第四个主日的礼拜四，就是感恩节。美国人永远无忘记着因的日子，在过程辛苦折磨，上帝因带，予因到伫遮尼水的美国这个所在，予因通成做今仔日世界强的国家。所以每一年伫这个感恩的节期，因就伫遐感谢，来回顾上帝疼痛。第三，咱要来思考咱家己的历史。17世纪，在明朝末年的时阵，咱台湾人的祖先登山过台湾，经过台湾海峡，乌水沟真无简单，性命得到保存，来到伫台湾这块土地，来起造台湾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。真可惜，在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咱的列祖并无将耶稣基督的信仰留落来，予咱台湾人有一个通纪念感恩的节期，咱并无，也无法度予咱台湾人有共同历史感恩的记忆，咱嘛无。这是予咱成做台湾人一个真遗憾的所在。在咱的生活里底，人常常讲咱台湾人是一个健忘、真够未记记的民族，因为台湾的事件真多，所以咱常常未记记。也咱在做，并无将感恩的历史放在我们的血里面，放在我们的民族的中间。所以在这个感恩的节期，让我们不再回想，其实我们应该每天就是一个感恩的节期。在我们的五都市长的选举已经结束，有人很失望，因为并没有照我们所期待的来达成，所以早上都睡了不好。总是希望我们对人有失望，但是站在信仰的角度，我们对上帝有信心。英国在剑桥大学的一个 St. Mary Church 圣玛丽的教堂里面，有可能的祈祷的点子放在那个中间。在这两个祈祷的点子里面呢，有写两个字，一个写 think， 一个写 think。 哇，这足音足同款，就差一个 I 跟差一个 A 安尼两点。 think 是代表一种人会用思想， think 是代表人会用感想。这两个英文字可能是同一个字根，你英语有常常有同一个字根，安尼咱就开始当分辨。为什么在英国这个教堂内底会写两个基督点啊放伫遐？我咧甲思考，伊要表达一个足重要的信仰的精神，就是讲一个会晓思考的人，就是应该成做一个会晓感恩的人。12世纪真出名的哲学家，伊讲我思故我在。人甲其他的动物无同款，就是人会晓思考，人有思想。所以用信仰角度来讲，会晓思想、会晓思考的人，也应该成做一个会晓感恩的人。请问你即摆毋知咧思考无？有咧思想无？你若会晓思想，你就会晓感恩。
今咱所看圣经诗篇103篇，咱真熟的一段圣经章，就是诗人来经验上帝伫生命过程内底所做奇妙作为，伊伫遐懊恼甲感谢。诗人大笔写这首诗的时阵，伊回顾伊的一生，伫少年的时阵，甲哥利亚相谈，总是因为正名倒转去。人民讲大笔大师万万，扫罗大师千千，所以扫罗王就迫害伊，总是扫罗离开上帝，上帝和大笔做王，无外久大笔阁跋倒，伊的囝亚沙龙来攻击伊。面对大笔的晚年的时阵，伊伫遐悔过上帝带领甲引传，伊讲我的心啊。你都俄罗摇花，现代中日本甲翻作我的灵啊，你都俄罗上帝。My soul, praise the Lord。我的灵啊，我的心啊，你都俄罗上帝。伫这个内底一个最重要之字，就是心甲灵这两字，常常是做回应的，叫做心灵。心灵是代表一个人的思想和信仰的中心。心理学家这样说，什么叫做心灵？心灵就是一个人的理性，一个人的感性，一个人的意志和信仰的中心，这个叫做心灵。这个定义也定义了不错。所以诗人大笔以这样说，我经验到耶和华上帝一切恩典，伊的保守，伊的看顾，上帝是阮祝福。伫诗篇103篇的中间，至少有七项代志。伫大笔的回忆的内底有七项，头一项讲上帝赦免咱一切罪孽；第二，伊伫咱一切破病，其实就我这两三天嘛破病感冒。但是嘛，到照常爱服侍。